到什么新鲜事儿，带我四处乞讨溜达一会儿啊。哎哎，这响板一打，街头站那个走街串户来要饭，要的财主大门口，还门里穿出一条狗，这条狗是真不赖，反正那皮要毛朝外，见了穷人他就咬，见了富人这个点头又哈脑，我一生气我踢了他一脚，踢了他一脚他就跑，叫小狗是你别跑，回来给我舔舔脚，我给你说段数来宝啊。哎哎，这数来宝上有根油，听我说说这十大仇，天也愁那个地也愁，那牛也愁那马也愁啊，天愁乌云雷遮日地愁，那下雨不住流，那牛愁老板鞭子打上马愁，套上夹板不自由啊，鸭也愁蛇也愁，那公鸡愁那母鸡愁啊，公鸡愁它不下蛋，母鸡它愁的下蛋憋着冷根肉，鸭愁长个扁扁嘴，鹅愁它头上长个大纹肉，你也愁是我也愁啊，你愁头上一条狗，我愁着要饭多者是个头是个头呀哈。我这边正在亮嗓，那边怎么吵吵嚷嚷，带我上前看上一看。哦，原来皇上正在张榜啊。哎，皇上为啥张榜呢？哦，原来是想喝珍珠翡翠白玉汤啊。白呀哈，这活是我的强项啊，带我上前接榜。好嘞，一张黄榜接在手，皇宫里面走一走，走走走四方，路迢迢的水茫茫，去到那皇宫啊去坐堂。哎嘿呀，哎嘿呀，哎嘿呀，哎，傻哥要过饭，照样坐上金銮殿。虽说女人不是月亮，那跟着沾光也灿烂。往后谁要把咱小看，
叫他给我滚他妈王八蛋。住嘴，我说当家的，你一说话就好走火，这一国之君得注意塑造自我。哎呀，那皇后的意思叫我整点文明词儿，整两句让我听听。那中，皇后你听真跟你约两句。要饭花子真不康，我照样能把皇上当。要问心中把啥想，是珍珠翡翠白玉汤。皇后，这两句怎么样？不咋样。整吧，你说这三整两整，他咋又整着珍珠翡翠白玉汤？皇上，那我就整不明白，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儿？哎，皇后，哇！自从我做了天下，来把皇上当，整天这山珍海味吃啥都不觉香。满桌的饭菜它咋都是一个味儿，饭量是大大减少，我还觉得胀得慌。叫一声皇后，咋了？我得的这叫什么病？为啥咱们有福反倒他妈不会享？我白把这皇上当。哎，自从我当了这皇上啊，就觉得这日子咋越过越没劲呢，都不敢我当要饭花子嫩崽，他过得有分头。皇后，你说这是咋回事儿啊？咋回事儿？皇上啊，宫廷里的那些厨子手艺不咋样啊，哪赶上我娘她呀饭菜做得香啊，做的那猪肉粉条那味道是绝对的棒呢，还有那比较拿手的清炖酸菜汤，菜要是淡了咋办？就来盘小葱蘸大酱，隔三差五就给他来炖白肉血肠，把你呀养的呀养的是摊摊胖呢，养的不好身板理想才增强，没俺娘的小子他怎么能够当皇上。是啊，没有我老丈母娘啊，我是当不上这皇上。那我咋说呢？人是铁来饭是钢。那你这块铁能百炼成钢，多亏我娘那清炖酸菜汤。什么清炖酸菜汤？酸菜汤那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整吧，你说这三说两说，他咋又说那珍珠翡翠白玉汤着？皇后，你说这一阵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想着珍珠翡翠白玉汤把我想的我都有点磨磨张张的了。这徐爱卿说给我张贴皇榜，也不知道他给我贴没贴出去。哎，哎呦，我说皇上，嗯，不如将徐爱卿招进宫来问上一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嗯，也中。我说皇后，那就选徐爱卿进宫。啊啊啊！哦。啊是。
皇上叫把我吓一跳，穿好蟒龙袍，戴好乌纱帽，来到宫门前，我急忙去报告。陈徐二莽牛子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徐爱卿平身谢皇上。徐爱卿在，自从咱们哥们打了天下进了这皇宫，你这小日子过得还挺愉悦呗。哎呀，有您老人家在金銮殿给咱支招，咱能不愉悦吗？嗯，你的日子愉悦了，你可知百姓的日子都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说皇上啊，自从啊您老人家坐上金銮殿呐，哎哎呀啊，老百姓的小日子一步一层天呐，哎哎呀啊，封条抵算粮食年年都增产呐，哎哎呀啊，莺歌燕舞百业兴旺万民欢呐，哎哎呀啊，老百姓的手里边呐、啊、捧着一个金饭碗呐、啊，不愁吃啊不愁穿呐、啊，天天像过年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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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好啊，徐爱卿，来，你的日子不好，那百姓的日子也不好，皇上命你办的事儿就算拉倒了。皇上命我办啥事儿啊？大胆，皇上他这些天来肚子老发胀，想喝那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命你在狮子街头张贴黄榜，你小子咋给放个溜溜光。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哎呦，我说皇上啊，那黄榜我早已经贴出去了。嗯，有人接榜吗？哎，黄榜贴了一头赏，就是没人敢接榜，大家伙议论纷纷，不知道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它到底有啥奖。哎，说来话长啊，徐青。想当初老子的队伍还没开张，闯江湖一讨饭为生度时光，那几年黄河没水连遭大旱，普天下草根树皮吃得溜溜光。那一天我讨饭来在中原地，饿得我四肢无力眼冒金光，有一个花子头他好心把我救，送给我一碗热气腾腾黏黏糊糊欢乐巴掌香味扑鼻的一碗汤。这碗汤，这碗汤喝下去立刻就心明眼亮，就觉得天底下啥也没他香。我问他这汤叫做什么菜，他言说名字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后来我起兵造反逃战疆场，就觉得吃啥也不如这碗汤，这碗汤啊。你说他咋这么香？哎，我说皇上，你可记得那花子头他叫什么名字？我马马虎虎的，好像叫什么，叫李四儿。李四儿，哎，爱卿啊，
这天底下这么大，没处找啊。皇上，容微臣想想办法。哎，皇上累了，下去歇一会儿吧。是啊，我是累了，是该歇一会儿了。我说来人呢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也好，嘿嘿，这位爷子还挺能装，硬拿那个灵芝当生姜。不是我花子吹牛，但咱也见过这大世面，就是皇上见李四儿，他也得说咱是根棍儿。哎呀，李四儿，难道他就是皇上要找的那个李四儿？哎呀，我说这位大哥，喂一行，摸了咪是咪了摸，这小子真他妈会唠嗑。方才他还挺凶恶，转眼管我叫大哥，想叫大哥你不够胆，快叫老朱来跟我讲。我的手里有黄榜，你快去通报，还有赏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太好了。哎呀我的妈，你看我这模样像妈吗？啊，这不是活爹吗？哎呀，你别说叫爹呀，你让我叫祖宗都行啊。嗨，皇上这些日子吃啥都不香、啊、就想吃你做的那碗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是吗？哎，我说哎，李四大哥您稍等、哎、我看看皇上睡没睡醒。我说皇上啊，你睡没睡醒啊？微臣有事禀告。啥事儿啊？吵出把火。我说皇上啊，知道准有贵人要来到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你贵为天子，福分真不小啊！想谁谁就来，实呀实在高啊！要做饭的皇上，你想吃珍珠翡翠白玉汤？是啊，花子李四儿自动来报道啊，一个呀儿有。怎么，李四儿报道？是，皇上李四儿来了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，我说你赶紧去呀、啊、在这忙活啥呢？哎，快现在进殿。哎哎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小子咋还打上呼噜了呢？李四儿，李四儿，李四儿，干干啥呀？皇上宣你上殿呐。咋的？宣我上殿啊？哎呀，快点扶我起来啊。一个臭要饭花子还跟我玩份儿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
呀。我这个上金殿，抬头我就往那上边看，只见那朱武上边坐，抿着他的小嘴冲我乐，他冲我乐，我不乐，这个天下的百姓正挨饿，我哪有闲心跟他乐呀？呵，这金殿那个真威风，活像那一个埋人坑，只要活人往里埋，埋进去就出不来。李四哈腰不下跪，尊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站在下边的那个可是李四哥，坐在上边的可是朱五弟。哎呀，四哥，哎呀，五弟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四哥，这些年我想你想的，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。自从那中原古道咱哥们分了手啊，一转眼已经过了二十九啊，二十年了，可不是。这些年在疆场上龙争虎斗，哎，闲暇时四哥你呀常在我心头啊。是吗？现如今天下太平，我为首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坐上这金銮殿是咱哥们绝对牛啊！哎呀，是挺牛啊！好日子越过是越难受，就觉得这皇上当的长就不自由。为啥呢？那饭菜也不合他的口。啥饭菜进他嘴里，他都觉得馊。想当初咱哥们一起江湖路上走啊，哎呀，哎，就晓得天高地阔，长日有奔头啊，哎哎呀，今天请你来，咱哥们叙叙旧啊，快叙叙旧，别让那过去的友情水水流。哎呀，四哥！你说你这二十年把我想的呀！哎呀，四哥呀，这么多年这事，哎，啊，人家是老大。哎呀，五弟没把四哥忘，四哥感动的真够呛啊！哎呀，四哥，啊，四哥呀，皇上啥也不想吃，就想喝你当年做的那珍珠翡翠白玉汤。白玉汤？哎呀，皇上，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皇上想喝咱就揍，管保让你喝个够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！我说徐爱卿，哎，快领着四哥进厨房。四哥做汤你帮忙。哎，好好。哎，我说皇上，咱先不用往厨房跑，我看这口大锅就挺好啊。那是金鼎。金鼎？哎呀，那就太好了。常言道，金鼎做汤那是又快又香啊。嗯，也中。既然四哥相中这只金鼎了，那就用它做吧。啊，好好好。那啥，弟妹，你去给我抱柴火去。什么？你让我给你抱柴火？哎，四哥。哎，皇上，外边的下人一大溜，抱柴火何必用皇后？哎呀，皇上有所不知啊，皇后娘娘乃金脉一手，她抱柴火熬的汤那是味道绝对大大的哟啊。嗯，好，皇后那就委屈你一次了。哎，我说呀，这位爷你也别闲着，你赶快给我备料。啥？我给你备料？哎呀，连皇后都给他抱柴火去了，就是，让你提料，那不是高看你了吗？就是是。
皇上，你也别闲着。嗯，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麻烦你给我扇火。什么？你小子还敢指使我？哎呀，皇上有所不知啊，自己扇火熬的汤，那味道绝对大大的香啊。嗯，也中。那就好了，那就都给我忙活起来呀、啊！李罗锅绑起袖子，亮亮响。生四爷，我该把啥疗伤？你竖起耳朵听我说端详，请讲。我先要两桶圣水给我往上上。啊？哎呦，我说四爷呀、啊，啥叫圣水呀、啊？哎，那就是两桶淘米泔水。嗨、哎。朱老五点着火，扇子扇火忙。酸甘水这股味熏得我头发上，四爷我全张这味来跳汤。哎呦，我说四爷呀，你看看还得来点啥呀？六月的酸雪花，你给我来八两。哎啊，哎，我说皇上 啊，那啥是六月的酸雪花啊？酸雪花啊，够够不到啊。发酵的珍珠米，你来它半大缸。哎，我说皇上啊，那发酵的珍珠米又是啥呀？就是我馊的大米饭啊。哎，我说四爷呀、啊，啊，哎，你看看还得来点啥呢？这个我寻思寻思啊，听着，八戒的斋饭，哮天犬的食，全都给我往上上啊！哎呦，我说皇上 啊，那八戒的斋饭和哮天犬的食又是啥呀？那就是猪食狗食。这小子要这么玩的。哎呦，我说四爷呀、啊，你看你要啥你就直接说呗，怎么这么别扭呢？西瓜皮子烂柿子子，来点酸大酱；烂茄子烂土豆子，来点烂菜帮。调料给我半瓶大，看老爷给你做顿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嘿耶！二蒙牛不敢怠慢，急忙把料上啊！哎哎啊！四爷我不紧不慢，给他跳汤。上火上料，好杆树盖我放了好几趟啊！哎哎哎哎呀！火庙蹭蹭直窜，红汤啊汤，眨眼汤锅往上要，想喝也想喝，那我就开锅了。炒起了红熏的我呀，直啊直反当，哎哎哎呀！我说皇上，嗯，那是啥味儿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纳闷呢，我也觉着不对劲儿。哎，我说四哥啊，你做这汤怎么这个味儿啊？
哎，我说皇上，那当年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就这味儿吗？咋的，当皇上把这事儿给忘了？这，哼，那哪能呢？你朱武帝可不是那忘本之人。哎，好，皇上，既然老弟不是忘本之人，那就请皇上，先品尝一碗。徐爱卿，在，你跑前跑后累得够呛。这碗汤，你先品尝。是，朕先赏你一碗吧。哎呀我说这位爷啊，这汤的滋味香不香啊？香香香。哎呀，我说武帝呀， 啊自从你当了皇上以后啊，这天下的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啊。是吗？是啊，还有一首民谣。怎么还有民谣啊？你听着啊，朔风扬啊，到凤阳，凤阳是个好地方。自从出了个朱皇帝，老百姓天天都喝珍珠翡翠汤，呀呼嘿。他一首民谣唱出口来，好似冷水浇我头。俗话说，饿是食汤甜如蜜，现如今饱汉怎知饿汉愁。想当年这汤曾把我来救，一碗汤是暖我心田二十秋。为什么今天闻他不对口？难道说旧梦已然是水流？李四他一碗汤把事点透。问皇上，这汤的滋味牛不牛？你说牛不牛啊？哎哎哎呀，牛牛，实在是太牛了。我说徐爱卿，在，传朕的旨意，今有天下名厨李四特意为朕做了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，朕体恤臣下，特赏给满朝文武大臣上殿品尝。是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满朝文武上殿喝汤。哎呀，我说皇上啊，刚才我做汤的意思你得明白。四哥的意思我明白，从明天起开仓放粮。哎呀，谢皇上。我说众爱卿，有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喝不好喝呀？好，既然好喝，明天我就让李四哥每天做一大锅，是天天让你们广告的喝。啊啊哦，哈哈哈哈。